真香呀。是你把我叫醒的吗？下雨喽！成为最强的仙狐。下雨喽！
还算是洁净的地方。真香呀。是你把我叫醒的吗？下雨喽！
要成为最强的仙狐。让我来保护你的稻田。
现在是什么朝代？唐朝？没听说过。咸的，成人的话，就能吃好吃的东西，穿漂亮的衣服。
没听说过。变成人的话，就能吃好吃的东西，穿漂亮的衣服。小。
射日之同宫。是鸭小，思义上古射日之同宫。让我来保护你的道歉。答案白语。